番薯报道。请问大家几岁生孩子才算高龄孕妇呢？35岁、40岁、50岁？噔噔噔噔！2019年娱乐圈最高龄孕妇出现了，就是前 TVB 艺人王泽凤，52岁的老婆。从2010年结婚开始努力，用了近10年的时间，终于怀上了彼此的骨肉。真不知道是佩服两人的毅力好，还是佩服52岁还要追一个孩子的那种摧枯拉朽、感天动地、无敌澎湃的爱的真谛的欲为人父母的精神好啊！另外，转行当了泰拳教练的王泽凤也一举证明了 Muay Thai 是可以让男子汉50岁都屹立不倒的真男人运动。来到这么激动的时刻，是时候要冷却一下。除此之外，我没有东西可以形容自己。这样的画面怎么让人冷静呢？别急，请听我说，这美丽的背后的主人就是香港 Twins 的阿 sa， 他在新戏《非凡所爱》里将会做出比厨技更大的挑战，用最大胆的镜头说一个特别冷的故事。结咗婚4年。依然是处女，是不是很冷嘞？一部探讨性障碍女性的电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大马院线上映，那是肯定会是金像奖的热门话题电影之一。讲到电影，我就忍不住要告诉吉隆坡的朋友们，这个周末由蓝道影领衔的大地回春电影演员班底将会开启盛大的造势活动。想追星的朋友好好看看这张图表，从20号开始连续3天在半岛各地一共5场的电影造势活动，你会想去哪一场呢？大地回春杀青戏因为一场火灾意外让数十名演员进院治疗，电影更是严重超支到蓝道影多次按 subsub， 大家一起来支持鼓励一下这部大马自家的贺岁片吧。